哇，好神奇啊！ 来，大家看，同款原视频领导面前表演香烟消食。这招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你看，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别煮水，还可以把小物件消食不见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直接上教学。其实原理呢，就是用到的是拇指套，阳色和皮肤一样。我一发现，酒桌上表演可以提前倒进拇指套里一点啤酒，不用倒太满，三分之一足够了。 留一点空间，然后大拇指戴上去，表演时可以把拇指套放桌子下面，也可以在上面，不用担心发现。不出烟雾爪一把，表演操作很简单，跟着视频教学走一遍，倒出啤酒，继续戴上拇指套，然后把拇指套放在左手里，把香烟放进去，这个角度看，拇指套戴上去，你消费了吗？好了，这期到这了，下期再见吧。